那今天的话，因为第一次上课哦，那很欢迎大家可以来这边学习。然后志祥这个地方，其实我是觉得还蛮好的哦。然后地点其实我觉得也不算离车站近，但是也不算太远哦。因为我之前本来早期是都开车来，然后现在发现好像搭车好像也蛮方便的，而且有个好处哦，就是可以运动，有没有？我刚开始来的时候都迷路哦，那个北车有没有？那个都太像迷宫了，我现在已经非常熟了。我现在已经闭着眼睛，我都知道直线在哪里了。所以我现在走路到北车搭火车，10分钟应该都可以到得了。哦，我已经，因为我的习惯是，我对每个东西都想要把它研究到透彻。反正我不知道的东西，我就愿意花一点时间去研究。好啊，如果不知道，我就会想要去了解。但最重要的是要一定要去做了，因为你不做，你不走的话，你怎么会知道哪一条是最近的？哦，还有比如说，等等啊，一样哈，这个城市也是一样的道理。那我们这个课程呢，其实涵盖三个，等于是技术了哈。第一个当然 GPT，这个是 AI 的部分。那 ChatGPT 因为现在最夯哦，所以我们是取，但其他其实你可以用那个微软的那个什么 Copilot 对吗？那个它一样有一个 AI 嘛，哈，它一样类似，它背后的引擎一样是 GPT。另外的话，还有一个 Google 的那个 Gemini，其实也是一样 AI。那其实同样的，你也可以问它问题，它一样可以帮你产生你要的一个结果。那这个东西的话，其实目前叫这个生成式 AI 了，哈。那目前当然哦，它可以做很多事，可以帮你写文章，有没有？写你的报告，甚至可以帮你产生图片，有没有？甚至它可以帮你产生影片都可以，甚至帮你产生音乐也没问题。但是呢，我们这课程比较重要的部分是我们不是用那些方面，我们主要是用它来产生我们要的什么？我们的程式。因为 Python 哈，其实最重要的是你如果要做什么事情哈，就是全部都要写程式，因为它就是一个开发的一个环境，你要把程式写出来。那一件事情才可以做到，但是问题啊，你如果完全没有概念的话，那当然你就写不出来。所以怎么办呢？以前的话，你可能要花很多时间啊，学完之后，你才有办法开始写。哇，那要学多久？学很久。所以呢，我们其实可以换个方式啊，因为 AI 它会帮你生成，所以呢，你只要知道哈，如何请 AI 帮你产生你需要的。这个程式的一个类似范本，有没有？然后你把它复制，再贴到你要 run 的地方，哈，哎，那你就可以把程式试着跑跑看。但是啊，也有可能一种情况就是，如果跑的结果一定会有 bug，就是因为程式要100分，一个地方错都不行。所以如果有错误的话呢，以前可能要自己找 bug 很麻烦，但是现在哈，那个 AI 有个好处，如果你程式有 bug 哈，其实你可以把程式贴上去。请帮我除错，他就帮你找 bug。哎，真的蛮好的啊，因为很多学生常常问我老师，我的程式有问题怎么办？那以前都很认真帮他从头看到尾，后来现在不用了，直接贴到 ChatGPT 上面，请你告诉我哪里有错。哎，他是马上告诉我，哎，他马上知道错在哪里，这太好了。即便你是很熟的人，你也不见得一定要那么辛苦吧？对哈，所以 AI 就是可以让你哈变懒。也不是变了，变轻松了。OK 哈，就是不需要很多事情都一定要亲力亲为嘛，对不对哈？那除此之外啦，当然它的好处还蛮多，不是说只是帮你写哦，可以帮你 debug 的人哈。其实另外，如果你程式不懂，对不对哈？也很多哇，老师那个简直像天书一样，我哪看得懂那程式？还有一个方法，你把它贴到那个哈 ChatGPT 上那个，请帮我解释程式，有没有？你帮我解释这个程式。到底是什么？他很厉害，他会逐行逐行逐行，帮你把每一行到底是什么什么什么，哇，写得好细哦，我真的是惊为天人，我就哇太好了，那你根本不用问老师了嘛，其实 AI 上面就可以帮你了嘛，对哈？但是前提你要知道这些功能的，不然的话，你以为 AI 就这么简单吗？没有啦，AI 其实还蛮多，而且 AI 现在应该算起来只有第二年，因为去年才出现的吧。现在才第二年呢，它还要发展多久呢？对不对哈？你发展个5年、10年之后，哇，那不得了了。就像说你那个1995年的时候，网络兴起的时候，网络那个连线是用电话线呢，
那刚新奇是9.6K 耶，我还那个波接数据 B B B 哇，9点多K 耶，现在都是100 Giga 了，这简直是完全看不到车尾灯了嘛，差太多了。那你可想而知哦，未来 AI 会演变成什么样子，无法限量，对吧？你看1995到现在，网络已经变成什么样子了？那我记得好像说那时候，他说2000年的时候啊，学生会问问题说，老师到底我要不要学网络啊？哦，我说我那时候觉得，对我也会怀疑说，哎，网络到底未来怎么样？但是过了几年之后，你也不用怀疑了，因为你现在不会用网络的人，那简直就是跟文盲一样嘛。对，你要买个东西嘛，你不会用电商，手机上也是个网络啦，其实它只是移动装置而已。所以未来 AI 哈，它的发展在发展几年之后哈，哎，其实不得了了。不过啊，1995之后，1998三年之后，网络泡沫嘛，为什么？因为那时候什么东西只要跟网络有关的哈，哇，股票都飙涨，有没有 ？ETF 也飙涨，不过那时候好像比较少 ETF， 对哈 ，OK。所以现在也差不多，只要跟 AI 有关的，所以如果来一个什么 ETF 跟 AI 有关的，哇，那个 ETF 就飞上天了，但是有可能会蹦哦 ，OK， 不过这样跟我没有关系啦，我只是这样想，然后发现对耶，好像以前的历史，它只是哈、哦，哎，重复再演变一次而已啦 ，OK， 所以你可想而知，硬体设备嘛，现在硬体设备，你觉得 AI 像那个什么 NVIDIA 嘛，它已经股价已经是全美第二了，它快要挑战，它已经快超过 Apple 了吧？好像快了啦，好，现在第三嘛，我看已经快要第二了，再来可能变第一了。它只是卖那个晶片 ，AI 的晶片，哇，那就已经飞上天了哈，那更不要讲。那所以啊，我们搭上这个顺风车，其实做什么事好像都变对了。OK， 好，所以其实。但我们课程是希望说能够活学，我不会讲太多理论的东西，但是我会把我使用的心得就直接告诉你 ，OK 哈、哦，然后再来就是主轴就是利用那个 AI 的部分哈，哎、哦，帮我们产生那个拍上的一个程式，但程式不是说那么你老师我是不是都不用学了哦？没有，你基本的要会嘛，你至少会 run 吧，你至少要能够 copy 贴到哪个地方，你至少要有个地方可以贴吧 ，OK， 然后能够 run 对不对？啊 ，run 的基本概念，你要至少你知道要学会基本的东西嘛，比如说上面有变数嘛，哈、哦，然后你可能需要了解一些像基本的逻辑判断，哦，然后里面的函数你怎么使用它，有没有？然后还有一些回圈的东西啦，当然这我觉得一定要会啦，哈、哦。至于你要会到什么程度，当然不一定要很熟，但至少你要懂，而且基本要看懂程式。不然的话，我觉得应该以现阶段来看，哈，也没有到那种完全都不要学程式，你就会学都会程式的这种，应该目前还没有到那么厉害了。OK 哈，那后面的话加上 Excel 部分的话，以前的话通常是加上资料库了，可是我发现现在人好像越来越办公室应用，好像用 Excel 当成资料库的，好像已经变成一个趋势了。OK 哈。所以很多同学以前我是教写到资料库，那同学说老师这个我们好像比较不合用，你可以把它改成用 Excel， 也就甚至你可以用 Python 去处理 Excel 上面的相关的应用、啊、比如说你要把一些档案做合并分割啦，好，有没有工作表啊，然后跨工作部啊等等的，哎，那这些的话呢其实也是 Python 里面的强项。那你说老师那可不可以用 VBA 来做，它也可以啦，两可 ，OK， 好，很多的事情是都可以，但只是说呢，对你来说哪一个比较方便而已。那当然，如果你会，你就选吧，哈、哦。就像说现在如果要到高雄，好的、啊，哦，你说你要搭高铁可不可以？可以啊。你要搭台铁可不可以？可以啊。你要开车可不可以？也可以啊。那就是你这些工具嘛，你就选它就对了 ，OK。那目前我只是把这些工具尽量帮大家先预先挑出一个比较好的选项 ，OK， 不然的话说真的自己要学习哦，哇，那简直就是太很花时间的事情，有没有？因为你可能要看很多书，我发现你买了一大堆回去哦，看半天，唉，还是觉得怎么这么难，好像感觉还是进不了那个门，奇怪的感觉 ，OK 哦。所以尽量啦，我直接告诉你哪一些是我觉得最简便的方法，直接就告诉你范例，以后你就照这样 copy 来做，这样比较简单吧，哈、哦。
你也不用说一直那边绕圈圈，一直在那边找很多东西，那最后还是不得门，不知道怎么进入。OK 哈，好，那再来的话哈，这个是第一个啦，那我们来看一下刚刚大家填的问卷结果好了哦。那这个问卷结果的话，目前大家填的好，我其实主要想知道这个图了哦。第一个的话，大家有没有上过 Python 的课程？因为这课程其实哈有新的有旧的了哈。那当然，如果你大部分同学都有基础的话，那最好，我可以讲的比较快一点哈。占比最高的哈，就是这个有上过那个其他老师的 Python 的，等于七个同学有上过哈，36%。那第二名的话，应该是这一个，等于是没有，但是有自学，这 OK 了哈。所以等于大部分应该看起来比例蛮高的，都是大家都有程度。再来的话呢，就是没有完全没基础，大概有大概20%的21%哈。所以如果假设你是选这个的话，也不用担心了，我会把影片录下来，还有云端相关资源，好，反正你就照着操作。那只是说你可能要花的时间会比别人还要更多了，这个是必须的。OK 哈。然后其他的话有哪一个？这个哈完全没太会其他的语言。不过语言是相通的啦，所以如果你有概念的话，应该会比较好学习。尤其现在的程式语言呢，越来越简化了，很多东西其实都不用学那么多了，而且未来的程式语言甚至它图像化了，以后用拼图的就好了，拼一拼，有没有？像有些东西有没有像 Scratch 那种拼图式的，像给小朋友学习，那我觉得他们其实都很高可是反而你叫他看程式，他就不能接受，很奇怪。有没有看图，然后拼一下，就 OK 了。不过我想目前现阶段可能还没有演进那么快了，所以你还是要有个心理准备，你还是要写程式这件事。目前来说应该还是暂时没有办法改变，但是可以改变就是你有 AI 可以辅助我觉得至少你会有比较多的辅助，这一件事情是可以确定的。OK 哈。也就不用像以前那么辛苦了，所以学习的方式可以做一点调整，但是不是说你就不需要学习的，没那么好了 ，OK 所以还是需要知道该怎么做。那再来的话呢，程度部分大部分同学应该就是进阶，那还 OK 所以大概有快80%所以这样比较简单。我刚才抓一个中间值，大家都差不多，那我就这样的进度。那如果你程度好的话，也许你可以自己再去看其他的范例，如果程度比较没那么好，也许你自己都要花时间，大概是这样。那有没有 ChatGPT 啦？因为后面我们要直接会用 AI， 那当然呢 ，AI 它产生的结果，每个人用的结果都不一样。OK， 所以你们也要用你们自己的方式，去跟这个 AI 对话一下。那最好能够多踹几个啦，除了 ChatGPT 之外，还有其他我刚刚讲的，那你们可以比较看看。那以我的使用经验我发现好像没有说哪一个一定是都比较强。我发现好像有的时候这个对那个错，这个错那个对，两边比较一下，可以取一个比较好的答案，这样比较 OK 了。那目前因为我是觉得它因为这个才刚推出来没有很久，所以目前呢其实还是有一些地方是不够完美的，是可以理解。只是说呢，你可能，自己还是要稍微修正一下了，不过我可以肯定的，这个是一个蛮好的辅助工具。那其他的话呢，比较想要学的啦，当然就是用 ChatGPT 协助那个，撰写那个像 Excel，跟 Python 的程式，这个是也毋庸置疑，这个我已经用很多了。因为像 Excel 本身，Excel 其实比如说，当然你不写程式，你可以用公式嘛，用函数，对不对？有些时候同学常问说，老师哪一个事情啊用哪一个函数比较好，那这个时候呢其实也是可以问 AI 真的，这我试过，有些东西，有些公式不会写，对不对？没关系，你也可以问这个 ChatGPT， 他真的会给你答案。不过我发现，问的方式还蛮重要的，因为你要让他懂嘛，你要告诉他说哪个，比如说专有名词，像那个格子一定要储存格，所以你要跟他讲储存格，或者哪个范围有没有一个 range 嘛，然后哪一个工作表有没有 sheet， 可能那个概念我觉得你还是要有，不然的话你那个叙述你不能用你自己的方式跟他讲，他会听不懂。OK， 所以固定的一个
那个什么物件概念哦，有没有那个 Excel？ 所以最好如果你有那个 VBA 的那个或者录制巨集的概念的话，再跟那个 ChatGPT 对话，我觉得他会比较懂，因为我这蛮清楚的，所以我问，哎，好 OK， 都还蛮可以得到正确的答案呢。我觉得 Excel 产生公式这一件事是也可以哦，尝试看看。所以未来哦，如果假设哦，你在工作上应该都会用 Excel 嘛，哈，哎，那你就哪一个有没有哪一个公式不会打，没关系，你试着跟他叙述对话看看。不过啦，刚开始可能会稍微失败，不过试久了，大家慢慢知道他的习性，久了之后，哎，越用越熟悉。以后说真的啊，很多东西就难不倒你了，不会没关系嘛，反正你叙述给他看，哎，他真的帮你写出来。啊，有时候你如果不想要写公式哦，你说请你帮我写一个 VBA 程式，哎，他也真的可以帮你写出来，写的我目前来说哦，我是觉得还蛮满意的。OK， 好、哦，我是觉得已经超过我的预期了，因为他目前哦，等于是只有第二年就有这样的成绩，应该已经算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的啦。OK， 好、哦，所以未来还会再持续长大，因为全世界的所有资源都会丢在 AI， 有没有？所以 AI 一定会越来越好，哦，所以你可以可想而知了，哦，将来应该还会更好。那再好像大家对于那个 Python 如何处理 Excel 试算表这一部分也蛮关心的 ，OK 哈，哦，所以但我会把这个部分呢，哦，也许多讲一些了哈，哦。那因为我的专长哈，哦，除了教 Python 之外哈，哦，我还在教 Excel。我也教 Excel VBA， 哈，哦，已经教了非常久了，哈，哦，我教程式也超过20年的时间了，哦，而且我教过的程式语言哦非常的多了，哈，哦，最早很早以前，像 Python 之前我是教 Java 啦，哦，在 Java 之前，Python 之前哦，其实教的是手机的 App 啦，手机的 App 其实也是 Java， 哦，那在 Java 之前也是在教一些什么 C# 等等的一堆程式语言。哦 ，OK， 好，那选课动机大家看一下，哦，当然，大部分同学都是自己想要多学习，哎，是蛮好的哈，哦。好，那待会的话呢，大概知道一下大家的程度哦。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待会就要来说明一下哦，就是这门课程哦的一些纲要了哦。那其实当然，我刚刚有特别强调了，这些就是叙述了哦。其实主要是因应这个目前现阶段的啦 ，OK 哈，哦。然后呢，刚好目前的需求哦。主要就是 Python 跟 Excel， 这个太多了，自己我想在讲义里面也有，自己再会看一下哈，哦。然后呢，我们课纲大概有这些啊，不外乎今天第一件事情就是把那个环境给建置起来。所以呢，今天至少你一定要会把那个将来你可以复制贴程式的地方哦，把它乱起来。好，哦，然后呢，至少知道该怎么样把程式放上去，产生你要的程式结果。大概这一件事啊。另外的话呢，开始就写一些简单的程式。那从哪边开始呢？不管任何程式语言啊，反正第一个一定有变数，一样哈，哦，在 Python 里面一定有变数。那变数的资料形态啊，有可能数字啊，也可能是文字。那你要搞清楚文字。它不能计算哦，所以你一定要用数字才能计算。那数字本身呢又有小数点，所以呢你要知道有小数点跟没小数点在 Python 的认知是不一样的。好，哦，啊，其实我发现哦，这个同学最容易搞不清楚的就是那个资料形态。那明明看啊文字跟数字搞不清楚，那搞不清楚就容易出错，而且会容易有 bug 啦。OK 哈，哦，那后面我会跟各位说明。那大概有8个单元，哦，大概洋洋洒洒的，我想这个你们自己看好了，哦，所以前面的部分都是打基础，然后呢中间的话也许我们会穿插那个用 GPT 帮，哦，我们产生程式的部分，那一直到后面的话就是比较难的，那结合 Excel，哦，不过各位要点心理准备，这个都慢慢叠上去，有点像爬楼梯，哦，OK， 你要一直往上爬，你前面一定要先学会，哦，后面才有办法，哦，不然的话你前面没有学好，你后面会一直觉得哇很累很累 ，OK 哈，大概是这样子，大概自己再看一下哈，然后再来的话呢，待会我就介绍我自己了哦，我的名字应该知道吴清辉哈，
那如果你 Google 查吴老师啦，哦，其实在 YouTube 啦，或者在 Google 上面，其实也蛮容易找到我的相关以前我蛮勤于写部落格啦，那现在基本上都 po 一些 YouTube 的影片，哦，所以在 YouTube 上面应该很容易找到，好像基本上你要找相关的教学哈，你没有查到我的东西应该很难，所以很多学生说，老师，我好像认识你耶，对，然后我听过你的声音呢，对，哦，而且甚至来上课的学员应该很多，其实也都会有关注了哦，然后，那我主要的专长刚刚有提到哦，主要是在那个像 Python 哈，我们这除了之外呢，还有 Excel VBA，那前面的话也有教过像那个手机的 App 开发等等的哦，那再来的话呢哈，其实当然你说。现阶段哦，哪些是最重要的啊？其实刚刚提到这些东西，其实你说 AI 是不是凭空就蹦出来的？更不是啦，其实早就已经是必然的。OK，为什么？那这边有一些相关的那个口诀，其实蛮好记的啊，像 A B C D E F 啦，这些其实都是目前最夯的，也就是之前比较夯的好像是 Big Data，有没有？大数据分析。那大数据分析之后呢？其实为什么出现 AI？因为你大数据分析如果没有 AI 做辅助的话，那其实根本你没有办法往前推进。所以其实每一个都是有一层一层的因果关系哦。像云端好了，云端前面是网络嘛？你说云端跟网络有什么差异？那其实云端是建构在那个就是网络之上的一个运算嘛。OK，等于让它有运算功能。那其实也是一层一层往上哦，那还有像现在当然不外乎像一些辨识功能的哦，AI 其实里面最重要也是帮你辨识，然后帮你做一些分类分群的动作哈。那其他还有像电动车啦，像FinTech 这个很重要。我发现我常身边很多朋友常讲说，哇，现在好像金融业不会写程式好像没活不下来了。金融业怎么会写程式？学校老师根本没有教这个东西啊。意思就是说，哇，你毕业之前如果不会写程式，如果你要进入金融业的话，哇，那应该蛮难的。OK，所以其实挑战其实还蛮高的了哈。那这我相关的简历了哈，我大概，我关键因为我其实最早会来这边上课啦，也是因为我在网络上有 po 一些文章啊，然后有一些声量，然后志强就问我能不能来这边上课哈，OK，就促成这个。那我最早的话，其实做这些事情，其实都出于兴趣哦，而只是说愿意分享一些我所知道的。但后来发现，好像因为分享的关系，就变成要来教学。当然我也很开心的哦，可以让更多人学会。那因为这样关系，因缘际会哦，就很多陆续在很多地方。目前的话，在台师大啦，在东吴啦，在原次啦，就一些上一些类似的课程得到一些奖项。另外的话呢，也担任一些评分委员了，就出一些题目。发现现在好像出那个程式的这题目越来越多，以前好像那个要就是甄选新人的时候很少考到程式，现在好像考程式变得越来越普遍了，蛮奇怪的。那所以应该是一个趋势的那志强这边有颁给我过那个叫卓越贡献的奖项然后文大那边有推广部也颁给我那个叫趋势先锋那我个人证照也蛮多的，我证照超过30张那最近也考过那个像 Power BI 啦，好像 Python 像 Excel 都不用讲了洋洋洒洒。那我以前有考过的，其实也不见得现在能用啊，像 Flash 现在已经没有人用了，所以等于考了。好像有点多余哦，OK，不过也是过程哦，OK，好。那其他的话呢，像一些书籍啦，我参考用书啦，刚好那个有一位作者陈慧安，他还写了一个像 Python 加那个ChatGPT 加 Excel，他想法跟我蛮接近的，OK，而且他书里面其实有蛮多 idea 也跟我蛮接近的，所以也许而且有时候。看他的东西有一种亲切感哦，为什么亲切感呢？因为感觉好像这东西好像曾经我讲过的地，然后奇怪，怎么会在书里面出现一模一样的东西啊？这难道是巧合吗？OK，而且有学生跟我讲，老师，为什么你上课讲的东西在某一个
作者的书上也出现了，但也还好啦，也不惊讶。不过我觉得知识本来就是共享嘛 ，OK 哈，互相共享。好，然后当然目前的话呢，哪个语言最夯？那不用意外了，而且Python应该目前很夯哈。那其他的话，当然还有 C 啦、C 加加啦哦等等的。那 VBA 其实 Visual Basic 现在还在用哦。不过 Visual Basic 的语言哦，真的蛮厉害的，因为它出来到现在哦，已经超过多久？各位知道？30个年头了。它是1993年，1993，现在2024，31年嘞。所以它应该比在座的同学年纪都还要更多哦。应该吧，哦 ，OK， 大家看起来都很年轻，哦，那一个语言哦，我是觉得啦，你学一个东西哦，我是觉得最好就是那个语言以后不要改，不然你学完之后改了之后，你等于白学了，对哈？那会不会哪一个语言学完之后没多久没人用了？那你学这么辛苦怎么办呢？哦 ，OK， 所以我觉得啦，我觉得学那个 VBA 的 CP 值还蛮高的。为什么？因为我用到现在，我才刚入行，我就用这个东西用到现在，所以我觉得，那为什么我特别加 VBA？ 因为我本来我刚写程式的时候就写这东西嘛，所以对我来说简直就是很轻而易举的事情，然后又没有改变，那正好嘛 ，OK 哈，所以为什么我一直都教这东西？因为主要也是这个原因哈，因为有些事情做有些事情最好你是挑你最擅长的。哦，你千万不要挑那你不擅长跟别人比较，你要挑你最轻松，然后呢你又做得很好的事情，所以因而我就开这个课，其实好像对我来说也是理所当然的哈。那Python呢，我之前本来没教，后来本来在教 Java， 哦，然后后来突然间马上变Python，啊Java现在就没有人要学了，即便我开 Java 也没有人要学。OK， 好，哦，所以怎么办？嘿，老师，那Python 你自己学的吗？当然啦，啊。我 VBA 也是自己学的啊，我很多东西都自己学的啊，很多人说，老师你怎么会学就会了嘛，你愿意花时间不就学会了吗？很多东西本来就是，我觉得最重要还是你要愿意有心吧。哦，你有心的话，我刚开始学程式简直是，哦，很花我的力气，我学好久程式才学会，后来我发现原来我的观念错了。因为我其实我不是第二类，我不是理工出身的啦，哦，我本身是人文科系的 ，OK， 那我以前习惯学习就是背嘛，那我用那种观念学程式，我后来发现错了，我学一整年都错了，后来发现哦一定要动手，后来我发现自己写之后发现哦原来这么简单，根本我把事情想得太复杂了 ，OK 哈，哦，哎写一写其实就 OK 了。然后呢，一定不要被别人的逻辑哈，哦，框住，哪怕是别人给你的程式，你一定要重新用你的逻辑重新再写过一遍。你自己写出来的东西就是你的东西，绝对不会被拿走，很重要哦。所以我写出来程式一律都会有我的风格。OK， 你一看啊，哦，对，这个是吴老师写的。OK， 因为就是那个样子。所以为什么我说有些书上写的，哎，为什么慢慢写的跟我蛮接近的？因为程式很多种写法，哎，最麻烦是就是在这里。所以每一本书写的，你们去看看，每一本写的都不太一样。那你说哪一本对？其实每一本都对，他就是写他自己习惯的写法。所以哦，你们自己要整理出一套你自己习惯的写法，你就学会了。OK， 啊，这是我个人心得啦，哈 ，OK， 给各位参考。OK， 好，其实我觉得没那么困难，这感觉有点像什么，就跟学会坐车一样嘛。你高铁好了，你高铁谁教你嘛，对不对？没人教你嘛，对不对？啊，你怎么会？你就看一看嘛，手机 app 或者你对买个票嘛，对不对？哈，啊，怎么样是可以买到便宜的票之类的？你当然还可以做功课嘛，对不对？哈，那这个东西一样，所以它比较偏重是像一个工具一样。所以你学会这个东西的话，你会变成很厉害的工具人，但是你就是很接近工具啦，就比较像机器，很好用嘛，所以你会有很大的利用价值。OK， 好，哦，所以你很专业的话，其实就会，但相对有价值，当然你的薪资酬劳就会不一样。OK， 啊，这是很正常的吧？但是呢，它的那个什么有效的时效性也会
一段时间有没有，真的没有用，那你就无效，怎么办呢？你要再学新的，一样道理嘛。像现在 Python 之前如果没有 AI 那么夯的话，那现在如果以前他如果不用教的时候没有用 AI， 那他不是要再更新吗？如果没更新，他又跟不上了，又不行了。OK 哈，好了，大概是这样子哈。那待会的话呢，我会介绍一下那个 ChatGPT 的哈。啊，大部分同学应该都知道了，我只是把一些要点跟我们这个程式比较有关的部分哈，跟各位说明。OK 哈，好，那待会的话，请各位先帮我做一件事哦。就是到那个云端上面先去确认一件事情，因为我们今天需要先把那个环境先建置起来，有没有？那这个环境建置的话呢，我在云端上面我有一个，请各位第一件事就是连到我们云端上，然后找到安装环境。那如果假设啦，你们用这边电脑的话，应该可能一个情况就是它已经下载了，那如果假如你用自己电脑，你可能要重新下载这个，并且把它解压缩到低碟底下，所以这个可能把它下载解压缩，那解到低碟我确认一下，因为我们这边好像之前上课的时候已经有请同学去把它下载过了，我不确定这边有没有还原。那因为我们这边电脑好像只有 C 碟跟 E 碟，没有 D 碟， D 碟好像是光碟机啦，所以我干脆把它解到 C 碟好了， C 碟底下。所以呢，你们就把它下载之后把它放到这边来，有没有？把那个是一个 ZIP 的档案，把它，也许把它抠过来这边好了，或者把它剪下来。因为你下载下来之后那因为这个档大概有200MB左右啦，所以要下载一段时间，而且我们这频宽没有很大，所以你们可能等一下会塞车有可能然后把它按右键解压缩解压缩的话呢，你就解压缩至此因为这边好像电脑里面都有那个解压缩软体啊，记得不要解压缩下面这个因为会多一个目录如果多一个目录的话会发生问题我看一下，我这边好像已经有一个叫做 Python 384，我先把它删掉好了，我把它重新解一下，或者把它丢到垃圾桶里面，好，然后再把它解压缩，丢到资源回收桶。OK 然后把它重新解压缩按右键所以你要先确定一件事，先把那个画面先还你一下就是把那个档案先下载下来之后了本来可能在下载区里面下载里面，然后你把它搬到，如果有低碟你就放低碟，如果没有低碟你就放 C 或 E 都可以然后按滑鼠右键把它解压缩就可以了，解压缩至此那待会我会跟各位讲后面的话要怎么样让这个环境可以快速的 run 起来。那因为这个环境是一个懒人包，所谓的懒人包就是说你其实解压缩之后就可以执行了，也就任何电脑上面都可以很简单就可以把 Python 的这个开发环境很快的就可以建起来，那以后不用花太多力气了，不然的话你可能要装一个那个 Python， 你可能要花很多力气。OK， 好，把它先解压缩。OK， 先把它解出来。所以你们先试一下到云端上面找一下云端上面有没有一个安装环境，然后把这个叫 Python 384.zip 的一个档案把它下载。OK， 好，下载下来。那下载下来的话呢，不然你就搬到，如果有 D 碟你就搬到 D， 如果没有 D 的话你就搬到 C